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深处，曼旦村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傣族村落。这里距离西双版纳最繁华的景洪市有着近3个小时的车程。织布、捕鱼、割胶，村民们保留着古朴的农耕生活方式，而富有民族韵味的吊脚楼和充满力量感的象脚鼓舞，是傣族人在热带雨林环境中所生息繁衍出的文化符号。哎，兄弟，你去干嘛？不是往前吗？不行了呀！象脚鼓舞的名称来自演员肩上背着的这只形状类似象脚的木质鼓。今年23岁的严侃冯已经学了7年。吊脚楼前的这块空地是他师傅专门预留的练习所。这是整个村子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吊脚楼，楼里的空间一半是严侃冯师傅的家，另一半是象脚鼓的小型展示馆。对于傣族人来说，吊脚楼是最适合热带雨林自然环境的民居形态。那我们西双版纳呢，就是常年会属于温热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吊脚楼它楼下是空的，那利于通风，那也可以就是符合我们西双版纳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傣族的生活。傣族呢是农耕社会，那农耕社会其实有很多的农具啊，包括我们家常的养的家禽啊，哎，那刚好吊脚楼就很符合这个，我们楼下的空间都可以利用起来。曼旦村的吊脚楼有着非常典型的傣式特点，黑白灰布局，设置展作为露天空间，功能对外，光照充足；外廊是半室外空间，有屋顶无外墙，作为内外空间的过渡；而堂屋、卧室为私密空间，功能对内，少量开窗。这是傣族人赋予吊脚楼白、灰、黑的明度空间智慧。对于傣族吊脚楼的设计智慧，来自瑞士的伯哲若有着自己的体会。17年前，他就定居在西双版纳，建造了5栋隐映在森林里的吊脚楼。傣族的文化，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原来是跟大自然一起住，所以跟大自然有很不错的关系。我们用本地的材料，我们用本地的科技做法，老柱子，我们没刷漆，不需要嘛。这个石头他们都用这个，所以这个是不让白蚂蚁从土里面进去，你的柱子以后你都看不见。他们如果要吃你的柱子，他们应该从外面带来红土，做一个小碎的，然后你可以看它。切木料，这个也很标准漂亮的嘛。这个是什么木啊？都是梨木，梨木这个红毛树，反正是杂木嘛，都是好木料。杂木树只是用这些木料。严侃冯来到嘎萨镇的二手木料市场。他有一个犹豫了很久的计划，如今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实现。我是从小就是在吊脚楼里面长大的，所以呢，就是会对他很有感情，也有份情怀。那我说我有能力了，我想去做自己的房子，那我肯定是要住吊脚楼。建造一栋吊脚楼是傣族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老房子年久失修，年轻夫妇结婚成家或者异地搬迁，都会修建新的吊脚楼。但这些都不是严侃峰建新房的理由。曼丹呢，就是交通不太方便，所以呢，我只能就说把吊脚楼建在了曼赫回那边，离机场、离市区也很近。 我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傣族吊脚楼，然后呢，到吊脚楼里面体验傣族的生活。严侃峰知道，他脑海中的吊脚楼和师傅的吊脚楼一定会有些不一样。他一直在犹豫，该怎么把在曼赫回修建吊脚楼的事告诉师傅。 但其实，年轻人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师傅察觉到了。现在呢，就土地都长大了，是吧？因为他们还是想出去看看，想说出去走一走，就是他们自己想的跟我们想的还是有点相差，不一样。师傅的这幢吊脚楼是他20岁时开始建造的。 后来不断的翻新扩建，才达到如今的规模，融合了日常居住和文化展示的双重功能。严侃峰从曼赫回回来，师傅有意无意地跟徒弟说起了自己的吊脚楼。sau anh đi sang à bày số hòm nhà mình sau hưởng sau tin lấy chỉ che bún anh mình bún mình chít mình chay mình chư mình xeng mình ăn hoa cái mình ăn lấy hàng sang mình thì khốn như này này chỉ là mà anh này là bên sau tàu sau nàng thì mình chư mình xeng là mà sau tàu năng còn anh lấy máy xuống thì năng thế này còn thảo cút kéo thì năng này là mà còn anh này sau nàng mình chít mình chay đối với tôi thì tâm lý还是不好受的。 但我们有些时候也掉眼泪了，但也没办法，就先跟他们走吧，你们走出去看看，如果去不了的话，再回来也不迟。严侃峰的吊脚楼开始动工。这里的风景啊，就特别好。小溪，鸟鸣、虫鸣，蓝天白云，就真的只有吊脚楼才能配得上这里的美景。对于这座未来的傣族文化体验馆，严侃峰有着自己的设计规划。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已经 不愿意再去住这个吊脚楼了，它有优点，也同样也有缺点。它通风，但是它可能它的缺点就是太通风了，也没有隔音。然后呢，它的采光它又不会开很多窗，那可能就会比较暗。第一代呢，它是全竹楼，后面就改为用木头，那就是第二代。我这个的话，可以说是第三代。 刚才我们提到的吊脚楼的缺点，那我也会在这栋里面把它改良。民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体，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需求的转变，他们也在不断的自我完善、更新换代，给居住于其中的人们提供更舒适的家。 中华民居仿佛一个个生命，它们各具特色，同时又在不停进化。60天，严侃峰的吊脚楼平地而起。感觉你是在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吧，然后呢？就好像你给一个人精心的打扮，慢慢的给他化妆，慢慢的给他穿上漂亮的衣服啊，最后他呈现在你面前。严侃逢的这栋吊脚楼传承了最典型的傣式基因，曲面造型的屋顶，线条延伸到眼角时向上翘起，飞升飘逸之势避免了头重脚轻的视觉差异。屋檐下方有凤凰装饰，寓意给生活在里面的人带来祥瑞。文化的延续是一个就是民族的就是生命的延续，非常的重要。吊脚楼建筑主体完成的这天，和严侃逢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从各地赶来。来，德国，赛赛赛赛赛赛。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傣族的吊脚楼虽历经不断的改良和变迁，却总能有着完美融入大自然的模样。虽然宁静平和的吊脚楼舒适度有一定欠缺，但对于傣族人而言，它就是心之所属。岁月变迁，吊脚楼的生命力从未消失，在年轻人的点缀中，它巧妙灵动，生机盎然。